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搭乘台湾高铁。本列车开往左营，沿途停靠嘉义及台南站，祝您旅途愉快。80岁的黄阿嬷第一次搭高铁，为了要完成过世先生的心愿。搭阿姨啊，等下用你，啊你都，你都心心念念，讲要去坐高铁，啊明仔载吼，这查孙仔吼招招的，啊明仔载要带你来坐高铁。当年彰化高铁站兴建时，阿公就说要带阿嬷和孙女一起搭高铁，但还没有等到彰化站启用，阿公就走了。于是阿嬷决定多买一张票，带着阿公去搭高铁。阿姨，姐姐啊，阿嬷把靠窗的位置留给阿公，座位上放着阿公的照片，好让他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。这次旅游我爷爷多买一张票，多留一副碗筷，多留个位置，就好像爷爷也陪伴在身边。这一趟旅程完成了阿公的心愿，也见证了阿公阿嬷60年坚贞的爱情。孙女将过程拍摄PO上网，感动无数人，也让大家体悟爱要及时。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。